A 部挑战里面落档大推其实红色帽的填满啦，黄色帽爬上嚟都好出得好快啊！就千亿皇帝第三位就粉蓝帽嘅康泰如意开边落档，第四位咧白色帽嘅江河八宝，四只马入晒镜头噶啦，两只两只咁样推进噶。好啦，前面一 pair 咧见到里面落档就填满啦，拍住千亿皇帝嘅三四位就粉蓝帽嘅康泰如意，开边第四位就江河八宝，四只马入晒镜头噶啦。转弯入最后直路啊，仲有300米到路程到终点嘅，走中到好爽咧，就见到呢匹黄色帽千亿皇帝啊，拍住里面斗就填满，三四位咧都系走晒麻麻地嘅啫，康泰如意、江河八宝咁样喺后边噶，两只马拍住嚟斗嘅叮当码头都系开边外档冲劲强啲啊，黄色帽个千亿皇帝赢第二组试习，跑第二名填满，第三名康泰如意，江河八宝跑第四嘅。